请准弟子发言。我们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You model that every overseas. We learn a lot of details from her. It's very useful. It was Wendy who opened the door for me. Master Wendy's efforts, her drive, discipline, and I would like to begin with a statement of acknowledgement. Manningham. Generation of teachers, advocates, and even masters.In the Chen style Chai Tai Chi. The beauty of this Chinese treasure in bringing our community together.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致以热烈祝贺。For the Australian Oriental Martial Arts Tai Chi. And adds to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your... 温迪老师、是我们武术界、太极拳界的知名人士。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的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奋斗着。现在他又举办了收徒仪式，祝温迪老师的收徒仪式圆满成功。温迪女士是一位优秀的太极拳的研究者、习练者和传承者。他不仅自身有精湛的太极拳的功夫，而且热心传播传承，在澳大利亚传播了非常广泛的太极拳，也举办了多种形态的太极拳的，特别像拜入温迪女士门下，拜入太极拳门下学习生命健康技术和生命健康文化的这些朋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蒋慧老师成为了广受瞩目的最美太极人，他所带领的澳洲最美太极团队曾多次勇夺桂冠，并通过举办澳洲武术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以太极为桥梁促进中澳民间交流，备受海内外太极圈的高度关注。新为我的澳洲在传弟子江慧女士举行收徒仪式，非常高兴。首先祝贺江慧女士喜收良徒，并祝活动圆满成功。其二，热烈欢迎陈氏太极拳第14代在传弟子加入我们太极拳的大家庭。我是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张东武。我是师母徐青兰。我是中国少林风安拳第7代传承人张少林。我们首先有请护法弟子上场，有请中国杨氏太极拳五段位75岁的澳东教练向俊荣上场，有请2006澳东教练今年85岁高龄的王林老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拜师仪式的主持人，连任3届维省华联会前主席。借这个机会呢，我真的非常想跟大家说一声啊，你们跟随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你们尊重和爱戴的老师，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我们学习当中，我们同时也要疼惜蒋慧老师的优秀品德、无私奉献。Anyone better than Master Wendy? It sounds like. 我们请我们的多元化委员来为我们拜师帖签名。今年呢，我们的60名弟子非常有福，将接受师父和我们的市长、议员送来的为师帖和弟子带。我们现在请我们联邦议员 Chris Wallahan 为我们的最美太极人温迪老师颁发有澳大利亚国徽的他本人发的证书，这是有国徽的，因为他是联邦的。恭喜最美太极团队
apprenticeship of Chen Style Tai Chi under Master Zhang. 为了利用网络更广泛宣扬太极，硬生生把一个门外汉的他学成了一位电脑高手。为了让有志者学拳更上一层楼，他拿出自己的房屋免费供大家使用。这一桩桩，这一幕幕，感动了大家。您太极，我是给传承人众弟子听令，从今往后你们学的是武术，奉献的是爱心。德艺双馨，永远是德为先。德艺双馨，永远是德为先。德艺双馨，永远是德为先。我的中国心，中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